咱们综合办主任这个职位呢，已经续了很长时间了，一直呢是由马国良同志啊主持工作，无论是从党务、行政还是各种业务方面呢，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，组织上表示肯定。好，下面呢宣布任命，根据中央啊有关。 人员任命的规定和考核办法，既要考虑到专业和知识储备，又要考虑到干部的梯次结构，所以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新一任的综合办主任是沈运，向新上任的沈主任表示祝贺。